我再次的讲，我们从来没有不让陈同佳来。林贵办理签证，将来是政府赞同一通光一中框架了吗？你想太多了哈！台湾绝对反对一国两制，反对一国两制，怎么还有什么一中框架呢？想太多了。前后的这个政策会不一，前后政策180度大转弯，前后政策一致哈，所以不要妄图把台湾框入一个一中的框架。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不当的意图哈！我要再次的强调。所以前后一致，你是在睁眼说瞎话吗？讲话客气一点。这是事实，部长，你不要否认。问一个部长，不要问部长什么什么睁眼说瞎话，客气一点。部长，你不要罔顾事实好吗？是记者吗？哪一家的？你是混进来的人啊？